第三章中文练习第八题，已经知道呢这个二阶行列是好 A 加二 C 三 A 减 C B 加二 D 三 B 减 D 这个行列是等于42，那我们要求另外这一个二阶行列是 A C B D 这个二阶行列式的值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到前面呢是有加减的，好，条件是有加减的，要求的呢是没有加减的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要把加减弄不见就可以了。怎么把加减弄不见？我的第一行第一列是不是 A 而已？所以我要想办法把这个 C 弄不见。怎么弄不见？我后面这个有减 C， 所以我只需要乘两倍加上去，对不对？乘两倍加上去，好， 3A 乘以2是 6A 加一个，所以是7个 A， 那本来是减 C 乘以两倍嘛，变成减 2C 加上去，是不是 C 就没有了？好，下面也是一样的， 3B 乘以2加上去，所以是 7B。 好，那后面呢是 3A 减 C 3B 减 D。 好，我把7先提出来，剩下 AB， 那后面呢 3A 减 C 3B 减 D。 好，接着呢把 A 乘负3加上去，后面会得到什么？减 3A 就没有了嘛，是变负 C， 这边减 3B 没有了，就变负 D。 好，负号提出来，变负7乘上 A 负 C B 负 D。 OK， 这个呢是我们原本题目给的条件是42，所以我就可以知道我们要求的 A 负 C B 负 D 呢它会等于负6。